那个时候还没有，他只建了一部分嘛。我跟你跟赛去的好像是，还是跟玲玲去的，忘了。一个叫大唐不夜城，一个叫大唐芙蓉园。可能有2到3年没有见到他们了吧？这次见到他们，感觉他们也没什么变化，还是像以前一样年轻。真的是一种跟老友相聚的感觉，因为有的朋友的话可能好多年都没有能像这样聚在一起。你要买车吗？不是，如果开滴滴去。什么？你要开？我说不打魔兽开滴滴。那你什么时候能开魔兽啊？再过可能3-4年。大家走一个。感谢 Star Wars。我个人的话还是比较喜欢打线下赛的。面对面的这种交锋啊，然后会让我更加的有那个求胜心。虽然这四位韩国选手都是我平时很敬重的选手，但是我这次一定会把你们打趴下。最近的比赛像另这名选手，我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战胜过他，所以这次比赛如果有机会交手的话，我希望战胜他。这次我也很期待跟英帝对战，但是胜利是肯定是我的。